12号、13号进行了紧张的排练，14号、15号进行了精彩的表演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。今天本应他们应该好好休息的，但是他们 好关心我们温哥华台山会馆，他们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和我们大家共聚友情、共聚亲情，令到我们非常高兴。他们今天来和我们共聚亲情，